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MATLAB 的程式设计有关于稀疏矩阵这一部分。那稀疏矩阵呢，英文叫 sparse matrix， 简单讲就是一个矩阵里面呢，很多都是零，只有少数几个不是零。那这一类矩阵呢，在实际应用上呢，一天到晚都会碰到，所以我们的作业呢，也是放一个最实际的例子。那今天我可能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解释，所以各位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好，稀疏矩阵呢，你根据一个矩阵里面它的元素的值呢，你可以把 MATLAB 矩阵大概区分为两类，哦，一种叫做完全矩阵，叫 full matrix， 一种叫稀疏矩阵，叫 sparse matrix。那么完全矩阵呢，就是里面的元素呢都存成 double 的资料形态，那每个元素呢占掉8个 byte，这叫 full matrix。哦，那当然了，你也可以里面不见得要放 double，你放integer 也可以放float 也可以，因为新版 MATLAB 可以支援各式各样的资料形态。哦，那一般来讲，我们放的是 double。那如果是一个 m 乘 n 的 full matrix，占掉的记忆体呢，就是8乘 m 乘 n 个 byte。哦，记得这是 byte 为单位。哦，因为一个元素就吃掉8个 byte。所以这一类呢叫做 full matrix，大部分不是零。但碰到这个 sparse matrix 呢，是大部分的元素都是零。那我们待会马上就看到这一类的范例哦，所以呢，你要储存这个矩阵的时候呢，你不必去开一个二维的矩阵去放它，你实际上只要放非零元素的位置哦。譬如说这个矩阵是10×10，但是它只有5个元素不是零而已。那你只要开一个 array 去放这5个元素，然后把这5个元素的位置也一起记下来就可以了哦。所以这叫做 sparse matrix。但是优点呢？第一个当然是节省记忆体，哦，记忆体储存空间就变很少了。比如说原先是10×10的矩阵，需要100个元素的位置，但是你现在只放5个非零的元素，那我只要开5个，然后是分别再记录它的位置，这样就可以了，哦。那第二个呢，是节省某一些不必要的运算，哦，是什么叫不必要运算呢？比如说矩阵的加法，哦，A 也是一个 sparse matrix，B 也是一个 sparse matrix，你只要看它们的连级就可以了嘛。其他通通不用看了，你就把它加起来就可以了。那乘法也是一样啊，乘法变成看交集，只要一边零，另外一边答案一定是零，只要看它的交集，立刻就算出来。但是呢，我这边特别写呢，节省一些，只有一些不必要的运算，并不是全部都能节省。哦，比如说我一个 sparse matrix，我要算它的 eigenvalue 跟 eigenvector，它没办法节省，它算出来可能结果就不是一个 sparse 的结果，可能还是。就塞满了整个元素哦，比如说你要算它的反矩阵，可能不是 sparse 哦，或者是算它的 eigenvalue、eigenvector 等等哦，所以呢，只有一些基本的运算可以把它省掉，其他比较复杂运算可能还是省不掉哦。好，我们来看几个简单的范例哦。其实今天要讲的东西都很简单，但是真的要应用的时候呢，哦，你就必须要知道什么情况下要用 sparse matrix，什么情况下要用 full matrix 哦。各位有写过 sparse matrix 的程式码的，请举手。有举手，是资料结构有教过吗？同学，你举手是在哪里写过？专题写过。OK。那 sparse matrix 你就是要把它串起来，每一个非零元素全部把它串起来。你可以用 link list，哦，一路指下去。你可以用另外 array 来放这些矩阵元素，通通可以。但它的内部方式可以很复杂哦。但从外面来看呢，MATLAB 对于矩阵处理呢，它是全部都在同一个基准下面做哦，所以它虽然产生是一个 sparse matrix，你还也是一样可以对这 sparse matrix 做各式各样的运算，所以你不用担心它是 sparse 或不是 sparse 哦，可以照样一路往下做哦。第一个呢，我们用一个 sparse 指令，可以将一个完全矩阵 full matrix 转换成 sparse matrix 哦。譬如说我这个 A 长得是这个样子哦，这个 A 呢。把它写出来，200000，然后呢，00010001，第三个是0400，你们有这样一个矩阵，你可以看得出来，很多都是塞零。那非零在哪里呢？非零在这里，这里一个非零。
所以呢，你实际上只要记录这几个非零的元素，然后再记录这个矩阵的大小，就解决了嘛。你不需要全部都把它记录下来。这上礼拜坏掉，助教居然用这个3M 胶带把它贴起来，实在不怎么好看。不过功能性比较重要。所以你在这看出来哦，就是非零矩阵，非零的元素是有2、4、1。那么你真正记录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产生一个 A 矩阵，你把它经由 sparse 这个矩阵转到另外一个矩阵叫 S， S 就已经变成是 sparse matrix， 那它只会直接会显示，你看 S 它的内容就是11，在11这个位置元素是2，在这里有没有？这边是1，这边是1，然后在32这个位置元素是4，这边是3，这边是2，元素是4，然后24这元素是1。2、4元素是1，然后就解决掉了。所以呢，它事实上只存放非零的元素，其他是零的我就不管，没有存的就假设是零。那我们看看它的所占用记忆体的大小，也是打一个 whose， 发现 A size 3×4，它占掉96 byte， S 是3×4，占掉88 byte。哦，你会说，好像没有差多少嘛。因为它还要储存一些额外的资讯，所以并不是说真的非零元素就解决了哦。当然还要储存说非零元素所在的位置，然后还有你东西进来还要怎么样很快找到这些非零元素，所以它还要储存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但是当矩阵的 size 越来越大的时候，它两个差异就会越来越明显。那么这边呢是如何使用 sparse 指令来直接产生稀疏矩阵啊？你可以给这边它实际上吃五个 input 参数啊，所以I 是 row index，J 是 column index， 那 S 是由非零元素所形成一个向量，那么 MN 分别是这个 sparse matrix 的有几个行、有几个列跟有几个行。那么 IJS 都是长度相同的向量，那么 SK 的下二维下标就是由 I 和 J 这两个所形成的向量里面的每一个元素。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你看132这是我的列向量，124这是我行向量，这是列向量的 index， 那么这是它的值，这矩阵的维度，所以132分别出现在这里，132在这里，124出现在这里，124出现在这里，然后这是matrix 的值，241在这里，241就在这里出现。当然你只给他这些东西，他并不知道矩阵的维度，因为矩阵可能很大，只有少数几个，只有前面这几个是非零，所以你要把它最后呢，你要把维度一下给他，他才知道这个矩阵的大小。那这个维度给他呢，并不会影响到他的 size， 他只是把它记录下来而已。真正矩阵内存的大小呢，是由这三个前面就已经决定了它的内存的大小。但是呢，你可以在矩阵运算的过程中呢，你有时候不知道矩阵会变多大，像在这里这个矩阵呢只有三个元素而已，但是你可能会一直加东西进去啊，非零的部分可能会变成零啊，或者是零的部分变成非零，但是零的部分变成非零，然后矩阵越长越大。所以呢，你可以在 sparse 指令加上第六个输入变数，最后一个叫做 nmax， 就是最多可容纳非零的元素哦。这时候的好处呢是说，它会先 allocate 出来，比如说你后面加一个逗点100，那表示说这个 sparse matrix 呢，我会用到100个元素在里面，所以它就会事先把它 allocate 好。那你后面再做各式各样的处理的时候，只要你的元素个数小于等于100，它就不需要再跟 OS 要记忆体，所以速度就会比较快一点。但是呢，你会问说，那如果我这边写100，但是我这个稀疏矩阵一直长大了，它的非零元素的构数超过100，那怎么办？那没关系 ，MATLAB 会自动帮你做。它发觉100不够了，它会再跟OS 要记忆体。
那每压一次速度就会稍微慢一点，所以呢，你最好能够大概知道说你会用到多少元素，这样的话，你的整个程式的执行嘛就会比较快一点哦。这跟 C 加加很像哦，各位 C 加加，有一些STL 叫 Template Library， 就是你可以产生很多向量的东西。那向量你通常跟他讲说我要产生一个向量的时候呢，在 C 里面都要跟他讲好说，哎，我这个向量要产生长度是100就固定好了，你超过100它就当掉了。但是在 C 加加里面就变得比较有弹性一点，你可以产生这个一个向量长度是3，那你 push back 一路加加加，那个长度会越长越长。但是呢，它内部也有一个参数，就类似这边的最后一个参数哦，这边我没有写上去哦，就是跟他讲说我这个矩阵大概会有多大，比如说我跟他讲矩阵会有100，那你就加减啊 push back 或是 pop up 等等，它都会很快就做完，但是还是保存它有100个连续的记忆体在你的记忆体里面。但是一旦超过100呢， C 加加也是一样，它要跟 OS 要记忆体，那这时候速度就会慢下来哦。所以最好你能够先知道说你的程式码会用到多少矩阵，这样会比较好一点。但 C 加加已经比 C 好多了， C 你 A 都可以100，你用到101你就会当掉，而且这种 bug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是最麻烦的地方，就是有时候好像没事，有时候就给你当掉，所以这叫 memory leak， 这个是最麻烦的地方。但 C 加加这里就比较 flexible 一点，那 MATLAB 当然更 flexible 啊，这就不用讲。那另外一个建立 sparse matrix 范例呢，是可由对角线元素来建立一个稀疏矩阵哦。各位之后会发觉很多这个 sparse matrix 呢，它们都是主对角线上面有值，那其他地方大部分都是零哦。所以要有主，我们要把它建出一个 sparse matrix 呢，你可以直接指定它的主对角线上面的值是多少哦。那这个 D 是代表矩阵的对角线的向量哦，每一个值好像就代表对角线的向量。那这对角线呢，可以往上面移一个哦，除了主对角线以外，往上面一个也叫对角线，往下面一个也叫对角线哦。那么这 P 呢，代表对角线的位置哦，负一代表往下位一个单位，一代表向上一个单位，那 mm 代表矩阵的维度哦。这样讲可能不是看得很懂，我们直接看一个范例。这个范例呢，我设定 D 等于这个样子，然后大 D 小 D， 然后 S 这个样子哦。出现的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直接往下面看，可能比较容易看得出来哦。出现的结果是这个样子哦，产生一个 A 的矩阵。前面这也是一个 sparse 的 representation， 所以不容易看得出来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跳到下面呢，你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 full matrix 哦。那我这里特别把提示，把我送进去的参数一并列出来，大 D 长的是这个样子，小 D 长的是这个样子。我们来一个一个看发生什么事情。先看这个0就代表主对角线，所以主对角线的值呢是241，所以你看到有没有241在这里这一条。然后负一呢代表对角线往下移一个单位，那它的值是994，所以你看这里994这里就出现了。那么2呢代表往上移两个位置，主对角线在这里，一个位置在这里，移两个位置在上面，所以是321 321，但32没有用到，32是在上面，但是它并没有用到，所以最后得到的矩阵就变成像这个样子。那这是因为我们常常只需要去指定这个它的主对角线的值，那其他部分呢，所以才会有这个 command 产生，直接把主对角线的值直接 assign 进去里面。所以你只要了解它的方式应该就没什么问题。那么一般的 load 和 save 指令呢也可以处理这个 sparse matrix。那另外一个呢，你可以用 sp-convert 可以将一个 m 乘3的矩阵转换成稀疏矩阵。第一值行代表列row index， 第二值行代表 column index， 第三个值行则是非零的元素值。好，譬如说这个样子，我有一个 spmat.dat 是一个 ASCII 的档案，一空一格，一空一格二，这边中间都有空格
那你可以把它直接 load 进来。load 进来以后，它的变数名称也叫 spmat， 那 spmat 直接送进去叫 spconvert， 就直接把它转成一个稀疏矩阵。好，所以你看这里，这里每一个数值跟前面刚好对在一起啊，1382对到前面在这里有没有？怎么差了一点哦？可能我投影片写错了哦。那在这里是1234，所以前面也应该是1243哦，刚好都差了一个数字。然后后面是2415，看2451，它刚好这两个把它对掉了哦，我知道为什么了。它读进来之后，把它对掉了哦，前面这个数值。它刚好3和4把它对调过来，它只是它内存的方式不一样而已，所以最后得到的内容还是跟我们原先的矩阵是一致的。它很明显看得出来，它是按照它的 column index 来排，有没有？这边是 1234， 就满足我们跟之前讲的，它矩阵呢都你可以想象它都是把它拉成一直行。004放在下面，000放在下面，010放在下面，拉成一直行，然后拉成一直行方面，一照顺序把它排出来，就得到这边这样的结果。所以这是怎么样 spconvert 把一个资料转换成 sparse matrix。那这一节呢，讲到稀疏矩阵的储存空间哦。但是很不幸的，这一边呢是跟 MATLAB 的版本有关系。哦，他这边只在说明说，哦，一个 M 乘 N 的 sparse matrix， 它到底要动用到什么东西去储存这些东西？那这些目前讲这些东西呢，只对 MATLAB 第6版有用，到第7版它又不一样，它储存的东西更多哦，所以这部分呢，我们就先跳过去，可以不用管它。那因为这一部分也可能说到第8版它又变不一样，第9版又变不一样，可能更有效的 data structure 又出来，所以我们这边呢，暂时可以不用管它。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哦，在一个稀疏矩阵里面呢，你设定一个非零元素升级成零的时候，它不会自动释放记忆体空间。我有一个 command 叫 nnz， 它可以直接回传这个稀疏矩阵里面呢，它非零的元素有多少哦。那 nzmax 呢，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可以在设定它 nonzero 的 max 最多可以到几个。那如果多加一个元素呢，如果这个非零元素呢已经大于这个你给定的最大值，这边就会随之增大，就 MATLAB 会自动配置记忆体空间。但是尽量不要让它这样做，因为每一次它要配置记忆体空间，就要跟 OS 要空间，要 memory， 那整个就会慢下来。所以最好你预设就是一个够大的空间。那么我们可以用 SPI 这个指令呢来看稀疏矩阵的非零元素的分布状况。我比如说我load了一个元素叫 waste04， 这个预设是 MATLAB 里面的 MATLAB 档案，把它load进来之后，你用 spy 把它打开来，就可以看它的非零元素分布情况哦，大概是这个样子。这边呢，这个矩阵呢是有479×479，但是呢只有1887个非零元素哦，所以我们通常讲这个 sparse matrix 的 density， 它的密度呢就是1887非零元素的个数除以所有的元素的个数，所以对这个矩阵来讲呢，它的 density 呢只有 0.082 哦，还不到 1%， 所以100个里面呢没有，还不到一个是属于非零元素，所以这个就是很典型的稀疏矩阵。那么我们也可以用来，等一下这个图，好，抱歉，这张应该删掉哦。我们直接看这里，这个 sparse matrix 呢，特别适合用来表示一个无向图哦，叫 undirected graph 哦的临近矩阵哦。临近矩阵就是说哪两个矩阵，哪两点是有连在一起，我们叫做临近矩阵。譬如说呢，如果某一个图哦，这个这边图要注意哦。在我们的 computer science 里面呢，这个图可以表示各式各样的意义，像 computer graphics 叫电脑绘图，但是这个无向图呢，这种图指的是 graph， 只要讲的是 graph， 指的就是抽象的图，比如说一个 tree， 你可以画一个 tree 出来，画几个点把它连起来，这都叫做一个 graph。
那我们的 adjacency matrix 哦，这个我想各位的资料结构应该都有学过吧？哦，就是我怎样表示一个图呢？一种方式呢，就是利用它的邻近的关系表示成一个 matrix 哦。如果某一个图的 di 和 dz 个节点有直线连接，对应的邻近矩阵呢，在 di 和 dz di 列 dz 行的元素值为一，其他元素值则为零哦。那么为了节省空间呢，我们只用上三角或者下三角的矩阵哦，因为你看。I 有连到 J， 那 J 有连到 I 嘛，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 adjacency matrix 是一个 symmetric， 是一个对称的矩阵。但是我们如果要表示的话，就是只要用一个上三角或者下三角就可以了，因为另外一边是一模一样。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无向图，所以 I 连到 J 和 J 连到 I 意思是一模一样的。好，我们看一个范例。好，看这个范例。在这个范例里面呢，我把图的 node 的 index 标出来，所以一二三四五六哦。那直接看它的 adjacency matrix 哦，你看、啊、这边是一第一列第二子行，所以一二表示一有连到二，所以一连到二。那这边呢，三有连到四和五，所以三有连到四和五哦。我抱歉，我讲错，二有连到三和四。二有连到三和四，有没有？这边是第二连到三四，然后三呢连到四五，三连到四五，然后五呢五有连到六，在这里五连到六，然后不对，四有连到六，哦，这边是第四横列第五子行，四有连到六，对，四连到六，在这里呢五有连到六，所以这是五有连到六，哦，所以它是上三角，上三角的意思，你看我把它切开来。主对角线一定都是零，这个上面有值，下面就不需要再规范了，因为下面一定是跟上面直接对称。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就可以表示，利用这个 sparse matrix， 我们就可以表示，这样一个 graph 在上面。那你直接看上面呢？因为上面这个表示法其实也更容易看得出来、哦、就是哪一个 node 跟哪一个 node 有连接、哦、它的值都是一，后面都是一，不用看了，这都是一，但是一连到二，一连到二，二连到三，哦，二连到三，二连到四，二连到四，三连到四，三连到四，三连到五，三连到五，五连到六，五连到六，然后四连到六，四连到六，就这样把它连起来。所以利用一个 sparse matrix 就可以做这样的表示。那我们有一个 command 呢，可以把 这样的 graph 把它画出来。这个 command 叫做 gplot。但是在前面的这样的一个表示方式呢，我只跟你讲说、哪一点连到哪一点。我并没有跟你讲说每一点的位置在哪里。所以你必须把点的位置给他，他才能够继续把图画出来、哦、所以我假设这六个点的位置坐标都在这里、哦、每一个列像那样就是一组坐标、哦、这表示第一个 node， 第二个 node， 第三个 node， 第四个 node， 第五个 node， 第六个 node， 那我们就可以用 gplot 这个指令把它画出来。抱歉，这边写错了，这个应该改掉、哦、这一部分是我在原先的范例已经把它改简单了，所以上面这一部分应该把它再改一下、哦、这个我还没改，回去把它改一下、哦、你把它的 adjacency matrix 给它互联的方式，把它的每一个 node 坐标给它，用 gplot 它就可以把你画出来、哦、譬如说我们前面这个范例有没有画出来，结果就会变这个样子。那这个图就是我前面的示意图，好，抱歉，就这个图跟这个一模一样，只是下面的这边呢是 MATLAB 帮我画出来的结果。那我们可以用同样方式，你要显示 MATLAB 有一些内建的指令，一个叫 Bucky， 它会产生一个球，会产生一个在看起来像三度空间当中的点，然后把它连起来，然后把它画出来。它可以直接回传，有没有 bucket 回传它的 A 就是 adjacency matrix，XY 就是它的坐标点，然后你就把它画出来。我画出来的图就类似这个样子，好像是一个透视的足球，从上面看，然后穿过去看到对面。
那这边如果你要表示每一个节点，你可以看到每一个点在这里，它只跟它附近的点连，每一个点只跟它附近的点连，哦，每一个点只跟它附近的点连，所以你把它转成一个 adjacency matrix 它就非常 sparse， 因为它不会连到其他点，所以它的 matrix 里面的大部分都是零，少部分是一。那你可以把它重排，排的结果呢，会让它呢有连的部分呢，这 index 会这个 node 的 index 会接近，比如说这是5，这是6。这如果是10的话，就是11、12、13，那尽量有连的会接近在一起，那这个产生的 adjacency matrix 就会一条在对角线上面有值而已，哦，对角线附近有值，那其他地方就通通是零。所以我们刚才才讲说，为什么要从直接去设定这个 sparse matrix 组对角线，最主要是碰到一般图形的应用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况。那么你可以画出 tree 出来，哦，tree 也是一种 sparse representation，哦，你如果要把它全部的 adjacency matrix 全部把它就是印出来，你会发觉它都只跟附近的连而已，它不会连很远，哦，我们来看这个例子，哦，我把它写出来，然后你各位看看这个是我从这里要画出一棵 tree，那这是什么样的资料结构？你看得出来吗？哦，考试就请我给你个一个向量，请把 tree 画出来，哦，这 tree 其实蛮简单的，哦，它就指到它这边的值呢，就指到它的 parent 的位置在哪里，哦，所以0 1 2 2 4，哦，它 index 我先写出来，哦，没有，我先写0 1 2 2 4 4 4，三个四。哎，其实我以前通常就直接把它，升上去就直接写在上面就好了。但我不知道投影能够投得出来吗？啊，刚好在中间。有没有办法让它降一半呢，啊？好，就这样子。这上面就有数值哦。那你把它 index 写出来。怎么没了？是我。我把 index 写出来 ，index 一。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哦，那它的每一个值呢，实际上就指到它的 root 的位置，哦，所以这个是一个 node， 0表示它是 root， 哦，这个 node 呢指到哪里呢？指到1在哪？1在这里，所以是指过来。直到二，直到四，直到一，所以一就指过来。然后直到八，直到十，直到十一，所以十一是在这里。哦，所以你把它展开来就是一个 tree 了，有没有？这边是 root 接两个，一个到这里，一个到这里，然后从这里又接两个出来，这里也是接两个出来，然后这样一路接下去，把它展开就变成一个 tree。哦，所以你要想象一下，哦，看得到吗？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画出来。哎，不是，要弄的是这个。
所以你就直接利用这个方式，我设定它的 node， 这个就是我的 connection， 我 connection 是这个样，那这个当然跟 adjacency matrix 的表示法是不一样的，但它就可以完整的表示一个 tree， 然后最后你把它画出来，就得到这样的结果。哦，所以你要知道说它的表示方式是怎样，最后把 tree 长出来。我这边就有说明，其中 node 一，第一个 node 指呢是等于零，表示这个是一个 root， 是一个根节点在这里。那么 node i 等于 j， 表示第 i 个节点，哦，第 i 个节点的 parent。或是父亲或母亲都可以是第这个节点，比如说 node 5等于4代表第五个节点它是从4连出来的，以此类推你就可以把这样的图画出来。所以这 tree 的资料结构在 Meta 里面是这样表示是最方便的。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么这边有一些有趣的范例，哦，你直接打 L4 也就可以长出一个图出来，哦，这个我们跳过去不用管它，哦，那么对于 sparse matrix 的运算和函数呢，不管是 full matrix 或 sparse matrix 大部分都适用，哦，但是呢有时候呢你给它一个 sparse matrix 叫你算 eigenvalue eigenvalue 算出来不见得会 sparse， 所以它 data type 会转变变成是一个 full matrix，哦，所以这个计算过程呢，如果你包含 sparse 和 full matrix， 那计算结果呢就不见得一定会 sparse 或一定是会 full。哦，我刚刚讲过，两个 sparse matrix 相乘一定是 sparse， 因为大部分是零，零了以后只会越来越小而已。那 sparse matrix 相加就可能有的非零变成零，那大部分是就是它的 element 的数目会变多，哦，所以就是不同的计算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所以这个规则你可以看一下 MATLAB 线上辅助说明。那么 sparse matrix 运算呢还有几种运算，这运算呢其实都跟特定的应用有很强的关系，所以我们只稍微提一下不会多做解释。说第一个是 permutation reordering， reordering 的意思就是说我刚刚讲过说 你一个图给你，请问哪些 node 你要 label 成一，哪些二，哪些三，那这些你这一旦 order 下去以后呢，你根据它 order 就会长出一个 adjacency matrix， 那 adjacency matrix 能不能让它越集中在主对角线越好，那这样的话资料就会比较 compact 一点。那么还有什么 factorization， 还有线性联立方程式的求解，还有 eigenvalue eigenvector 等等，这边都牵涉到很多数学，那也是一样跟很多应用会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这边就不仔细说明。你可以打 helpsparse form 就可以取得线上说明。好，所以我们这一集就很快就结束了，让各位知道 sparse matrix 的基本的应用。那么在往下讲之前呢，我想会先把我们今天的作业先讲一遍，作业需要花一点时间。那作业讲完以后，各位让各位有点概念，说我们今天的作业在做什么。然后因为有些文字上的描述呢，不见得会那么清楚。那么作业先讲完之后，我们后续就会讲到一些数学的部分。这些数学部分呢，这一次不会用到，但是下一次会用到，所以各位也要仔细听。各位很明显看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台湾的地图嘛。好，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台湾地图？好，我下面文字我就不仔细讲，先看第一个。各位是不是常常去拍数位相机，常常拍照片，对不对？现在好像每一个人硬碟里都有一堆照片，都是个人生活照，跟朋友出去玩的照片。那你拍完照片你要做什么事？拍照片做什么？你把它送到哪里去？送到 Facebook 上面去嘛，是不是？还是说你就把它加密压成 RAR 档，再也不打开？也可以啊，那就是你的时空胶囊，10年以后你可以再打开来看。
你会拍很多照片，但是要注意现在的相机呢有什么功能？很多相机呢是附在手机上面的，手机上面有什么？有 GPS。所以当你拍完一张照片以后，它照片就会记录你的什么经纬度，就会记录在上面。哦，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相机都有支援这样的功能，但是越来有越多的相机会支援这样的功能。你拍完照片以后，你就把它上传到 social network 的网站，哦，大部分是到比如说 Facebook， 那有到 Flickr， 那大家就一直上传上去了。那我们能做一件事呢，就是说我写一个程式呢，到 Flickr 把你的照片资讯抓下来。那一旦抓下来之后呢，我就会知道说，哦，某曾经在几年几月几日去了什么地方，哦，然后因为你有经纬度嘛，所以比如说今天这一天他早上先去清华大学，然后中午到城隍庙吃小吃，然后下午再到比如说六福村去玩，哦，那因为你的照片都有经纬度，我立刻就可以抓出来说你去这几个景点去玩。那这就是我们抓出来的结果，哦，这是我们一个实际的计划，哦，就是跟知识合作把 Flickr 的照片全部抓下来。然后这边总共有几个 user 我忘了，叶子记不记得？好几万了，哦，然后照片呢，照片总共有85万张照片。那85万张照片抓下来以后，因为你去清华大学可能拍了10张照片，去城隍庙拍了20张，回到六福村又拍了30张，哦，但是我们只要抓地点而已，所以在清华大学拍20张，我就把它砍掉，只抓第一张，哦，在同一个经纬度呢，我只抓第一张，然后到城隍庙我也是同一个经纬度，我把它砍掉，我只留每一个经纬度的第一张，哦，那最后呢，我把它画出来，哦，各位看到下面这是我的，这边是经度，这边是纬度，哦，那每一张照片我就打一点上去，打打打打打，最后是得到这样的图，哦，那么这张图代表什么意义呢？有没有这边经度？台湾是位在东经几度啊？120到100多少，我也不知道，哦，北纬在这里。从这里你可以看到什么现象？第一个，这边为什么空了一块？那空了一块，我原先以为是 GPS 在那里坏掉了，整块都 GPS 都收不到。后来自治会的同仁跟我们讲说，他收到以前有一天被 Flickr 给挡掉了，哦，刚好挡到这一块，全部不让你收，哦，所以这边就收不下来，哦。那第二个你也看到有些直线，你想到这是哪里？这不知道是蓝屿还是绿岛，我地理也很差，哦，反正就是一个离岛，哦，然后就有人坐船，你看有航线，你在船上面拍照片，就全部被抓下来。好，那根据这样的一个资料呢，你会想做什么事情？好，我们想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很简单，好，就是能够抓景点出来。好，你可以看它密密麻麻，欸，哪边去的人很多。好，那这还看不出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台北，不用讲，这里是哪里？这应该台中嘛？这是哪里？台南、高雄，这哪里？花莲，哦，这边应该是宜兰吧，是，这边应该台东，这边就是垦丁，哦，所以几个景点人都特别多。那我们希望做到一件事情呢，我就统计每一个人去玩到底走哪些景点。所以你拿一只手机，哦，然后你说今天我就走到清华大学，我就可以问说，今天有1000个人到清华大学，请问他的下一站会到哪里去？哦，我就看说，哦，50%人可能到交通大学，30%去城隍庙，20%去六福村。动物园，那你就可以建议使用者说，哎，你可以看大部分人去哪里，那你就知道你可能会想去哪里，就跟大部分人一样，等等。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了。